现在在敦煌的鸣沙山，待会儿我们要去这边的月牙泉。现在把车停在外面的停车场，这里有，这不是外面，这是里面。对，景区的停车场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月牙泉小镇的专门的停车场，非常的大，而且很整洁、很干净、很漂亮。对。这边小车进来，他刚才我去问了一下这边的保安，他说的是小车是6块钱，随便停，就在这个地方玩一天也是6块钱。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去月牙泉，走。啦啦啦，开牧马人应该去沙漠玩了。哇，那个前面就是沙漠，你看这牧马人太帅了。哇塞，你看一个改装一个没改装，你看差别多大。太高了吧，跟牧马人改装。哇，前面是改装，都改装的，全改的。天，哇，好酷啊。哇，你看下面，哇，这快快感觉像坦克一样。我们在月牙泉的停车场这边有看到2个牧马人，一个改装过的，一个没改装过的。改装这个真的好酷啊，感觉有点像坦克一样，它的底盘也太高了吧。前面的引擎盖也是改装过，太漂亮了。对，头顶上还有一排的灯。好高啊，感受一下高度。注意啊，它的高度怕是应该有2米还要多一点吧。前面加了灯，上面加了灯，后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换胎用的。换胎用的。这轮胎太大了，妈呀，好霸气。这边这个是没有改装过的，不过还是很好看。有没有时间限制呀？没有。好，谢谢。走。月牙泉登山区，太大了吧？走走走走走。现在是直接去观光车吗？前面也有观光车，就是坐。防沙系统。月牙泉还有好远呢。月牙泉在这条路线的最风景。我们现在已经在鸣沙山的里面，前面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就写着鸣沙山月牙泉。我们现在就要往沙漠腹地里前行。这应该韩红哥，这就是韩红声音啊。走走走，我要飞吗？待会我的身上全是沙。
次来到沙地有啥子感想？沙漠呀，好多的沙，木啊，好多的木。我看一下你的脚下，好厚的沙呀，全是沙。黑影子，来。感觉有点酷。感觉有点酷。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？看看湖啊，月牙泉。月牙泉在哪儿哟？那转就能转到去啊。我们坐观光车去吧。我看那个景区的门票上面有点远。哎，那边好像有212。哪里呀？前面有212。哦，那些应该是可以租的吧？看一下。来，月租。那上面有一个价目表。哦，300呀。山门口东山滑翔场。8公里600。这边是站旗还是摇二哟？站旗。站旗。前是站旗带宝贝，一排排亮黄亮黄车。我也觉得，肯定都会修车。想一想，如果真的在那种荒无人烟的沙漠，迷路了。没那么倒霉吧，一来就遇见流沙，一来就把我们埋了。我靠，完了完了完了。6块钱的农夫山泉。随便来一个，刺不刺激？刺激。谁让我们没有准备去？6块钱。哎，上面8块。哦，直接这里手机上扫码。6块钱一瓶的农夫山泉，霸气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可以点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订阅哟。